给闺女啊，催催奶。哎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呦，还客气啥？咱们是一家人，这号儿母奶吃，那可了不得呀！啊，对呀，得想想办法哎。哦，对了，有嘞，奶粉带子粉。金妈妈，我有事找你商量。哦，好。哎呦，我有功劳。长得还挺好呀。哎呦，长得多。我们那边的啊。 内急，我得到化妆间。急吧急吧！肥皂手指的药吗？肥皂手指，破铜烂铁旧报纸的好换呐！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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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！兄弟，请进，请进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台长。 从基隆下船的时候，围观的民众拉着一个14、15岁的小伙子，哎，你这么小就当兵了，你可真伟大！你猜他怎么说的？说啥呢？我不伟大，我不伟大，我是被他们抓来的。这种小孩以后冒得乱叫。哎，下大狗嘛，快点！现在有些小子就喜欢检举，被人家牵优加损检举，你可就麻烦大了。你说现在？ 个个闹得人心惶惶的，闹得乱叫，比赛得臭嘴。是。哎呀，快点啊！好这地儿砍废了，有毛病是吧？谁他妈的在后面念三音呢？咱们这媳妇受委屈，娘家哥出来帮妹子出劲了。你他妈找茬是不是？比划比划。哎，耗子。 你个龟儿子！大哥子，你说怎么就能碰到你呢？你说你啊！哎呦，哎，慢点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哥们，你这腿怎么弄的？哥，你这腿是咋回事？哎，徐州打仗那年，阎王爷把我传去了。我一见阎王爷啊，拔头就跑。阎王爷一揪我脖梗子。 说小子回来，我说阎王爷，你放我一马，我在杨家还有件大事没办妥了。阎王爷说你瞎白话嘛，你们杨家除了你打我，就是我打你，你回去干嘛？我跟阎王爷说，嗨，我在杨家啊，有个叫耗子的兄弟，他正等着我了。您说我要是不跟他打个照面，他能放过我吗？阎王爷说你少跟我搁了蹦。 你想走行，但是你不能就这么走，你不得给我进点贡，你能走？我说行啊，好说，您要嘛？阎王爷看我是个穷光蛋，哪嘛，就把腿留下吧。给你们介绍介绍，这是我儿子，叫耗子叔叔。娘去，叫叔叔，阿进。兄弟。 行了，你这么快添人口了。你好，小米，我是台湾人，填饱你的胃。这爷们儿跟日本人死的八竿倒了，不跟他妈命苦，经人撮合就洞房花烛夜了。这是那死鬼的。哟。 我侄子哭了。
把你妈给我叫来。进来呀，进来，进来呀！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我表妹肉冰。谁？李记的女朋友。哦，这不812的姐姐吗？你什么时候撤退的？您是？你忘了，在上海大马路上。我是34团的，你还跟我打听过李记，我是个聋子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您请坐。耗子哥，哎，给二位倒点水来吧。好嘞。哎，那位女侠呢？哪位女侠呀？就是在天津跟我过招的那个。哦，您说我表姐呀？她，哦，不哭孩子，不哭啊。哎呦，男孩女孩？男孩，你浓眉大眼的啊，倍儿精神，哎，傻笨笨的，好像在哪儿见过，见过，见过，见过。哎，他爸爸是不是李记？是李记呀。哎，爷们儿，你爸爸是我哥们儿，叫大爷，叫大爷，叫。哎哎，你给人孩子给吓的。有这么小的孩子能叫大爷吗？这孩子没奶吃，遭了罪了。大哥，孩子给你。来，若冰，把孩子给我，我的奶水足。哎呦，宝宝好乖呀！你们大男人还在这儿干什么？都出去吧。走走走走走走，宝贝儿，你也是大男人了。嫂子，多谢您了。来，跟我来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我去通知太太。太太叫你进去，走吧，来。进来。太太挺好说话的，你别紧张啊。哎。老佛爷赏我爷爷的，谁敢偷啊？太太来了，这就是太太。太太好。嗯，姓什么？我姓金。怎么每天都是这些面包、火腿、牛奶的，吃的我都反胃了。也是，要不我叫张师傅再给您做点别的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吃了。你刚刚说你姓什么？金。听吕妈说你做了一手好菜，是南方味儿还是北方味儿的？啊，吕妈过奖了，我只不过是炒一些家常小菜而已。那跟谁学的艺？家传的。哦，你父亲是大师傅？家父喜欢美食。好。那就试工吧。老爷口重，太太口轻。老爷喜欢菜咸点儿，太太喜欢吃菜加点糖。老爷呢，天天要吃肉，太太呀，天天要吃鱼。他们俩口味不同。要不都换了三个厨子了。那我倒问您了，那是老爷听太太的呀，还是太太听老爷的呀？当然是老爷听太太的了。太太的老爷子是国府要员，要不是靠他撑腰，老爷撤退到台湾怎么会连升三级呀？哟，这老爷要是喜欢吃咸一点的，我这黄鱼再多加点盐吧。嗨，你别费那脑筋了。老爷出差去高雄了，10天半个月才回来呢。哦，那好。
太太，清蒸黄鱼。嗯，真嫩。你别看这鱼就是蒸一蒸，很讲手艺的。前面那几个厨子啊，不是蒸的太老，就是蒸的不熟。金妈的手艺挺好的，那就把她留下了。嗯，留下，哎，留下，哎。金妈妈，买什么来了？哦，奶粉。哎，这刻牛牌的挺贵的吧？啊，是。哎，那金妈妈多少钱一听啊？哎，你急什么啊？你跟我说一声。妈，这多贵呀，哪来的钱呀？那家的太太用我了，工钱还不低呢。这下我们的小北田可就饿不着了，我们的小皇帝可能吃了啊！来，敬膳喽，快！哎呦，老公，赶快把孩子给你。哎，不要喝奶粉呐，喝奶粉会上火的。妈，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李记的朋友。前两天啊，多亏了阿美嫂子，她呀为了小北田好几天呢。哦，您是大姨吧？我姓林，叫林阿美。哎呦，那可真是谢谢您了。给我吧。好。哎呦，宝宝真乖呀。哦，谢谢嫂子。嗯，真好。这是我做的，你们大陆有吗？你手真巧啊！我还会做油纸伞，我们那儿啊下雨得用雨伞的。我们那儿啊还有灯笼，你们大陆有灯笼吗？我们小镇呢还有个天后宫呢，每年3月23的时候啊，天后宫是人山人海，香火盛，还有耍龙灯的、耍狮子的，可热闹了。哎呦，宝宝吃饱了。我来。哎，来。瞎白话什么呀？我们天津也有娘娘宫。什么？娘娘宫？娘娘宫？你听好了，是天后宫，我们供的是妈祖。我们天津的娘娘宫供的也是妈祖娘娘。你知道吗？我们的天后宫啊，听老人讲，是清朝康熙年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。你听好了，我们天津的娘娘宫是元朝建的，明白吗？元朝。还是我们的历史更久远些。听好了啊，元、明、清，远比清早好几百年呢，知道吗？大姨，你听听，是不是他说的这个样子啊？你们都爱自己的家乡，都好爱各自的家乡。嘿嘿，这回信了吧？别总看不起我们天津卫，我告诉你，天津卫那在全国那数一数二的水陆大码头，这娘们儿。成天跟我嘚嘚，说这个你们大陆有吗？那个你们大陆有吗？在他心目里啊，这镇子是全世界最大最好的。妈呀，井底之蛙！住个嘴！是。大姨，听说你们那儿冬天特别冷，鼻子会不会冻掉啊？不是鼻子，是耳朵。啊，耳朵会被冻掉？那太可怕了！你也别打岔了，我得上夜班去，孩子先搁这儿了。哎呦，我的乖宝宝，到妈妈这儿来。你们晚上还走街串巷的卖杂货呢？白天卖杂货，晚上得去红包厂跑跑腿儿，再赚点。什么厂呀？咱那叫歌厅，就是听众们听开心了，把红包给歌女。哎呦，晚了，大姨，先不说了，我先走了。哎。你慢走啊！哟，您做菜可真细，怎么又是凉水又是开水的？用开水兑凉水再冒一下，这样折皮炒出来呀，脆生生的，吃在嘴里有咬头。哦，真有学问。绿妈呀，炒这个菜呀，得注意火候，慢了嚼不烂，快了半生不熟，不好吃的。好了。
这个折笔炒蛋丝啊，是王府的私家菜，也不知道太太吃得惯吃不惯呢。真好吃！哎呦，太太，啊，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菜，太好了！金妈，等云烧好了，你过来啊！哎，好。啊，金妈，你做菜也太不小心了吧？你看。这鱼的鳞都没剔干净呢，哎呦，太太，这鱼就是带着鳞吃的。石鱼的鳞可以吃，鲤鱼的鳞也可以吃吗？嗯，您尝尝。嗯，味道不错。这鱼的做法我还是第一次吃，真的不错。嗯，叫什么名字啊？这菜？赠蚌鲤鱼，赠蚌鲤鱼，这是哪的菜？天津菜。天津菜，那太好了。等我们家老爷回来，你给他再做一次，他肯定爱吃。嗯，我和我们家老爷啊，口味一直不同。不过这鱼呢，亲妈，看什么呢？哦，啊，你在看那婴儿枕呢？怎么，那小孩的姿态好玩吗？嗯，那可是宋朝定窑的好东西啊。你对古董也懂行啊？啊，是家父以前爱玩古董。啊，既然你懂行，来帮我看看我有没有上当。来，来，不用了，那可是真品。这个婴儿枕呢，当初古董店老板开价5根金条。经过我讨价还价，我用3根金条成交。3根条子？嗯，怎么，我讨价还价的本领还不错吧？啊，对了，金妈，来，你跟我来。帮我把门带上。坐。来，帮我看看有没有假货。喂，你还知道打电话回来？我还以为你已经忘记这个家，也忘记我了呢。我的好太太，你时时刻刻都在我的心头啊。快说，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下礼拜三回家。我已经约了蒲主任夫妇、左副司令夫妇，还有翁代表夫妇，总之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，给你一起过生日。亲爱的，你喜欢在哪个饭店啊？这个你就别管了，先这样，拜拜。金妈，下礼拜四你给我准备一桌席。啊？你呀，要把你的拿手菜全部都做出来，给我家老爷一个惊喜。啊，一定要做那个带鱼鳞的那个天津赠蚌鲤鱼。赠蚌鲤鱼，赠蚌鲤鱼。怎么样，这是真的吗？真的，翡翠。你戴上试试。嗯，真好看。送你了。哦，不用，太太，不用，没关系的，真的不用。爸，下礼拜四来我家吃饭吧。什么日子？你猜。
答对了，你果然是我的好爸爸。爸，我家请了一个新大厨，你来尝尝他的手艺。怎么样？你来尝尝不就知道了吗？那好，我让他准备你最爱吃的菜。拜拜。山药，你这是干嘛呢，妈？你别捣乱了，睡觉去，睡觉去。我好我的笼中鸟，有翅难展。好了，你别唱了，你的客人就快到了，还不赶快准备准备？哎呀，你今天非要在家里大摆宴席，难道你请的厨子啊，那位女厨子真的那么优秀吗？我不说了，等会儿让客人评定好不好？就说今天来的这位翁代表吧，其父是清末的翰林，家里的宅子就叫太史第，太史第的名菜那在十界真是享誉全国呀。好了，你不就怕我准备的家宴给你丢人现眼吗？你要是不相信我，这生日别过。这随便说说，你怎么就生气了？好好化你的妆，我要让我的太太一亮相就有翩若惊鸿、宛若游龙的感觉呀。好了，你别拍我马屁，我不化妆都比你强百倍。瞧你那德行！哎呀，你看你看。喂，爸，今天你来不来啊？啊？你又要开会啊？哎，对了对了，你赶紧告诉老爷子，我给他留着茅台呢。啊，他说啊，他给你准备了茅台酒。哪来的？走私的呗。你就别夸他了，要不他就更得意忘形了。那下礼拜天你一定来，拜拜。寿星老，我和内子祝你蓬莱松柏枝枝秀，出水芙蓉朵朵鲜呐。谢谢翁老，谢谢翁妈妈。来来，美丽的米子章，我和我太太也敬你一杯，祝你福如东海长流水，寿比南山不老松。谢谢蒲大哥，谢谢大嫂。谢谢谢谢。哎，夫人，小生也祝你一杯啊。这杯酒我来敬，我来敬。哎呀，我来敬。哎呀，你来晚了。来了，来。得发杯酒，得发酒，得发酒。诸位诸位啊，只要我跟诸位报告我迟到的原因，诸位肯定会原谅我的。就他这两片嘴啊，能把死人都说活了。不是我把死人说活了，而是有人要帮我们起死回生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在座的诸位比我清楚，自海南岛撤退之后，我们的情况更加严重了。共军呢，厉兵猛马，打算进攻台湾，而美国人又有意甩掉我们，内外交困呢。可是自韩战一起，情形大变呐。对呀，这韩战要是演变成美俄两国的世界大战，南北韩统一，我们就可以从鸭绿江重返大陆了啊！真的吗？那真是太好了。听说这美国的太平洋第七舰队已经开入了台湾海峡。是啊，是啊。向诸位前辈报告，卑职今天迟到的原因就是去欢迎美军顾问团。他们来了，真的来了？什么时候到的？来了多少人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有多少人啊？盟国对台政策有了很大的变化，从今以后，美国的军援、经援就要滚滚而来呀！反攻大陆有希望了啊！那太好了！哎 ，Miss Zhang， 有一个美军少校爱交朋友，未经主人的许可，我就越俎代庖的替你下请柬了。啊，要来一个美国人？哎，是的，他来了。哎，让我亲自去迎接。你们先吃着啊。啊，是邱先生，请进。听
听说府上有好吃的，我不请自来，不介意吧？哎，瞧您说的，调查局的大将光临，韩氏简直就是蓬荜生辉啊！不过今天娇娇怎么没来？啊，不提她，不提她，不提她。好，来这边请。鸭条有海参，我拿走。金妈妈，真了，真了。用我们北京话说呀，是盖了帽了。这就是在做赠蹦鲤鱼吗？啊，是。太好了，阿金，你可给我露脸了。在上海的时候去老正经啊，我是专门点姓孙的师傅下厨啊。哦，就是这道菜。和孙师傅的，哦，不不不，超过他了，超过他了。傅太太，您说呢？我对老正兴不熟悉，可是郭公馆的大师傅，就是在谭家菜下厨，那也是这个。嗯，过奖过奖啊，过奖。你们大家说什么这么开心啊？傅太太正夸你的厨师呢。大嫂怎么说？说比谭家菜的师傅还棒。大嫂，你这么夸我的厨子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来了，大家一定得尝尝这道菜，叫赠蹦鲤鱼。哎，你家的厨师是天津的吧？翁老怎么知道的？这个赠蹦鲤鱼，各位你们都吃过吗？哎，我这不，当然，你除外，你除外。我们是没吃过，没吃过，没吃过，没吃过。这个鲤鱼如此做法，唯有天津味啊。哎呀，翁老真不愧是美食大家呀！啊，寿星老啊，我得向你做个请求啊。翁老，你可别这么说，你有什么吩咐，晚辈照办。这个干厨师这行啊，有人是专攻淮扬，有的人是专擅长川蜀啊。你家的厨师是南北精通，满汉全通。哎呦，这样的厨师真是凤毛麟角啊！啊，能不能把厨师请出来，让我们见上一见呢？哎，这没问题吧？那有什么问题？李妈，李妈，我亲自去请吧。哎，阿金，哦，阿金，这回你可露大脸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卜太太说啊，你的菜做得比谭家菜的师傅还好呢。你知道卜太太是谁吗？她可是在谭家长大的谭家亲戚呢。走，跟我走，我得介绍你给他们认识一下。哎呦，太太，我不用去见客人了。哎呀，你看你怎么这么触头呢？那可是翁老爷子指定要见你的。来，走，走，没事的。这翁老爷子啊，可是个大人物呢，国大代表。关于川粤苏鲁闽浙湘徽这八大菜系的风味特色，老爷子呢可是如数家珍的。他说苏浙菜就好像清秀素丽的江南美女，还有鲁皖菜就好像古朴厚重的燕赵男儿，啊，还有粤闽菜，他说像是风流倜傥的才子。川湘菜呢，哎，阿金。反正你别紧张，有我呢。啊，走。来了，我向大家介绍我请来的新厨子阿金。哎呀，阿金，你紧张什么？来来，进来，害什么羞呢？这个就是阿金。认识，啊？不不不，我面熟啊！哎，我说，这是你们两个老朋友吧？是啊，我们家老郭认识的女人多了去了。老郭，人们都叫你小星罗布，国不虚传呐。这个大师傅，长官，不一定。主任。我有点小事处理一下，诸位慢用。
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吧？啊，您认错人了，请慢用。哦，各位慢用，请慢用。别扫了大家的兴，大家继续，继续。来，请喝着。哎呀，来，我们继续。是啊。这回该是那位美国朋友了。来，我们继续。行，您不是跟我说，格格已经葬身于府了吗？见鬼！谁想到他又活了？是啊。他怎么又出现在您的官邸了呢？我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真巧啊，邱维达怎么也在这儿？他妈的！怎么了？有心事啊？我有什么心事？可是你今天有点失态啊。失态？嗯。失什么态呀？你说，你和金妈到底什么关系？我跟金妈？我跟金妈什么关系？疑心病，睡觉。明天我得向院长汇报。看你支支吾吾的样子，你说，你肯定心里有鬼。哎呀，你别胡闹了，有什么鬼呀？他到底是谁？他到底是谁？我告诉你，别吓着你。他是司马祖荫的太太。司马祖荫的太太？金妈妈，你今天可露了大脸了。你露脸啊，我脸上也有光啊。你瞅老爷一看见你，噌的一下就站起来了。哎，你看见老爷的表情了吗？看见你就跟看见总统似的。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我得回家。回家？你是想你女儿了吧？天都这么晚了，你就别回去了，要不然你明天一大早还得赶回来。明天我不回来了。什么？不回来了？要是太太问我住哪儿，你可千万得给我保密啊。麻烦您把这个给我交给太太啊。这是为什么呀？哎，你干嘛去？哎呀，我得辞了他。辞他干什么呀？哎，你想想，哎，你原先的主子，现在得低声下气伺候你，他咽得住这口气吗？就算他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好了，可他一口一声老爷的叫你，你承受得起吗？这都是小事儿。那什么是大事儿？我怕他把咱们和祖荫一起干的事儿捅出去。那事格格会知道吗？祖荫不会跟他说吧？你和祖荫的交情，祖荫自然不会告诉他。可是祖荫跟咱们一起倒卖美军剩余物资的事儿，祖荫不一定不告诉他呀。人家是患难夫妻嘛。这件事要是捅出去，问题可就大了。那会牵扯到你们家老爷子的。那在台湾政坛，那就是一场风暴，一场大地震呢。那该怎么办呢？不行，我得打电话请示我老爸。干嘛呀？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现在老爷子刚刚做完那么大的手术，你告诉他，这不是要他的命吗？还有，这个邱维达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呢？难道
他知道格格在咱们家了？不会吧？哎呀，你说该怎么办才好啊？只有一个办法，把格格死死盯在咱们眼皮子底下，不让他离开。你马上通知他，从现在开始，不准请假，不准回家。哎呀，现在都这么晚了，明天再说吧。去呀，现在就去。哎呀，看你，我都吓了一身汗了，我得去冲个凉。你先去。哎，还这倒霉娘们儿。亚秋，快上车。谢丽，你们家住哪儿？前边。家里还有别人吗？若冰。郭新哲知道你住哪儿吗？不知道。他那儿还有别人知道吗？我们家那邻居吕妈妈。好，回去赶快带着若冰逃命。怎么今天又是面包果酱的？金妈呢？叫她过来。金妈她回家了。回家？嗯。什么时候回来？这是金妈让我还给您的。怎么回事？她辞工了。辞工？这下糟了。你们这些笨蛋，为什么金妈走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呢？那时候时间太晚了，我们怕打扰您休息，快带我去金妈住的地方。哎哎哎，来，您坐坐。金妈妈，金妈，金妈妈，人呢？大姨，你是谁？这是金妈妈的东家。你是金妈妈的东家？是啊。走。哎，做什么呢？这么没礼貌。去派出所。去派出所做什么？金妈妈失踪了，找你要人。啊？金妈妈去哪儿了？你可得给说清楚。报警！报警啊！对，报警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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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我走。报警。喂，我郭新哲。长官呢？您让我写的公文我已经写好了，就放在您的办公桌的抽屉里。您原先让我保管的文件我已经放到保险柜里了，还有您办公室的钥匙我已经交给申主任了。哎，等等，协力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为什么要辞职啊？不为什么，长官，我就是觉得太累了，我现在需要休息。感谢您多年来对我的提携与关怀。再见。哎，协力，协力。不好了，金雅秋跑了。什么？问了左邻右舍都不知道她去哪儿了，还有她女儿也不见人了。哎呀，你说她会不会去举报我们呢？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昨天我就让你通知她，你偏不，你偏不。你喊什么？喊什么呢？你是不是怕别人不知道你怕个女厨子？那好啊，反正这呢住的是裘司令，哎，那住的是邱维达，你不怕你就喊喊呢。无奈和岁月长。